震撼嗰一單咧，就係、是、咁、我瞓瞓咗一覺啦。其實應該去到天蒙光嗰啲時間嚟㗎啦。嗯。咁咧就我感覺到咧，就係、是、有我諗係超過四個小朋友喺我個被上面喺度。喂，大小英姐，你住咗咁多年，你自己冇遇过，完全喺南丫岛。遇过，初初搬入嚟第一年啦。哦，发生过咩事？简短啲讲就系嗰条大直路嚟嘅，系，即系咁大直路啦。嗯。咁我同个朋友行紧嘅时候咧，佢无端端就掹一掹我，拉埋少少。嗯。跟住佢拧去后边咧，就好惊咁样啦。哦。咁佢同我讲，而家翻你屋企先讲啦，依家冇讲。嗯，翻到屋企咧，佢话我侧边后边贴住个着格仔衫、白头发嘅阿叔咯，佢觉得我系阻住人行，所以佢拉埋我少少，谂住让俾人行。嗯，拉完之后拧转就成条大直路都冇人嘅，但系佢好清楚眼尾睄都系个着格仔恤衫、白头发嘅阿叔啦。咁佢有阴阳眼嘅？佢个人系比较黑仔嘅。嗯。好啦，我又喺网上见到一个灵异事件啦，分享一下，睇下你哋知唔知喺边度啦。嗱，佢就话喺南丫岛榕树湾有一间小学，以前叫做南丫北段公立学校，有冇听过？有冇听过？我屋企附近咯。就系你而家屋企附近。我依家住嗰个附近。咁佢话咧，有个朋友讲话嗰个篮球场就系、是、都系我屋企附近咯。系啊，就系讲个篮球场系咪荒废咗好耐噶？唔系啊，有人打篮球噶。咁但系哦，佢应该话荒废咗个厕所啦，隔篱个厕所系荒废咗嘅，系咪咧？厕所我唔知系咪厕所喎，系覆地，好似地盘咁样咯，有啲乱石咁样咯，唔知系咪咧？咁嗰间学校仲有冇营运嘅？应该有噶，我见到好学生嘅。哦，佢话咧，好多学生都知道嗰个系鬼厕所，嗰、那个厕所咧系隐没于森林里边，要好细心咧先睇得到、见到个厕所噶、哦。咁佢话咧，那个厕所有个传闻啊，就话以前有一个咧，女教师喺学校咧，俾个校长强奸咗，不过冇人信佢。后嚟有一日咧，呢、這个女教师着住红衫，就喺个厕所里边咧自杀啦。咁样，佢话好多人，包括学生啊、校工啊、村民啊，都话见到嗰个着红衫嘅鬼影咧飘嚟飘，甚至乎夜晚有喊声添。有冇听过呢啲？定系即系网上传闻咧？呢一单嘢？网上传啦、嗯，但系始终得佢啦，有可能嘅，但系只不过冇遇到咯，即可能有人遇到。嗯、好啊，嗱，佢话咧有个有心嘅村民咧，请咗个观音啊，放喺个女厕上面，每日装香，先至冇怪事发生。系咁样、啊，一个观音。我依家试下睇下会唔会定讲。因为我不肯定他讲的厕所在哪边，如果他说在个草丛里面，这样讲、啊、哦，草丛是啦，会不会都是游乐场？嗯，有那里真的有个厕所的，但是那个厕所很漂亮的，有人用的那里，是咯，不是的 OK， 都有人用的，那边他说是荒废的，近的，他说不是，他说后来的厕所起了新的了，咁、哦、应该喺嗰度。系啦，咁跟住然后佢话用砖啊封住咗另一边嘅女厕，应该话全新嘅，但有一个位置用红，即系用红砖咧就封住咗噶啦，咁样。咁如果你一阵间有机会睇下个女厕女嗰度咧，有冇啲位置系古怪咗嘅，可能封住咗嘅，可能会系咁样啦。要去揾一揾，好，我哋要揾一揾咧，阵。好嘛，咁如果系嘅说话咧，可能 A P 喺嗰个厕所里边可以做少少感应喎，系嘛？好啊。好嘛，你今日都带咗啲嘢嚟啦。咁嗱，一阵间即系话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啦。一个咧就系嗰条车路啦，系咪？斜路嗰个位置啦，睇下有冇啊红嗰、那个白衣女子出现啦。另外就系呢个红衣啦，红白啦，咁讲啦。响嗰个风车嗰条路，翻转头就行嗰条路翻。啊，系我哋系行边度先啊？我谂不如我哋都系去咗风车嗰条斜路，因为嗰条路如果上完去翻落嚟，我哋先至行，就唔够时间啦。顺路啲系嘛？系啊，因为你哋主打系想系啊，诶老嘛，系啊系啊。咁咗嗰度个拍先。好，咁不如而家就翻翻落去先系嘛？系。系而家落翻嚟先。O、okay, K， 好啊。咁嗱，而家就不如我哋喺翻直播室做翻节目先。咁阵间转头翻嚟第三节再同你联络，好冇？
好，冇问题。好啊，今日小心啲啊。OK。OK， 好 ，A P。靠你啊，今晚。不过我预咗冇嘢发生噶，你明噶啦。我明白，我明白。不过你明噶啦。你预咗冇咧，就会有。我预咗冇啊。每一次喺恐怖在线啊，你出动嘅时候，即系我同你系完全 feel 唔到噶，睇都睇唔到。先发生咧，即系啱啱都有人讲话 A P 嚟咗南丫岛，下星期睇新闻做咩？哦，系啊，小心啊，唔知发生咩事，听日就可能有嘢发生噶啦，唔系下，唔系一个礼拜啊。好啦，OK OK， 好啦。咁啊，一阵间再倾。好嘅，唔该晒。好啦 ，thank you。喂，讲到你话南丫岛咧，就如果你话喺我哋恐怖在线一路以嚟，揾翻啲资料多唔多讲咧，真系多唔多嘅。我记得如果对上一次可能有啲深刻啲嘅经历啦，就系、是、其实系同个即系全香港记得嗰个灾难事件系有啲关系啦，系啦，即系喺新年嘅时间，咁因为。系啦，喺南丫岛嘅发生啦，咁样啦，咁就嗰阵时候有讲法啦吓、啊，就嗰啲死难者就出现翻喺一个演出嘅场地咁样讲，因为根据一位咧有阴阳眼嘅演出嘉宾啦，佢当时就喺湾仔一个剧场去演出啦，咁佢就讲过佢演出嘅时候就见到某啲嘅灵体就可能都系湿湿漉漉啊咁样啦。咁佢嘅感应可能系有某一啲嘅观众，佢本来应该去睇佢嘅演出啦，咁但系后来因为遇上呢个海难，系啦，咁就不幸就去唔到咁样，咁但系就可能嘅灵魂就喺翻现场咁样咯，系啦，呢件事就曾经喺节目里边有讲过啦，咁啊，所以咧，你话多唔多讲南丫岛就真系唔多，就直至上个礼拜嗰位女嘉宾咧再讲翻一件咁嘅事出嚟。咁啊，鬼形鬼声，咁令到大家都觉得哇，都真系可以去睇一次啊咁样啦。好，有冇南丫岛嘅居民今晚睇紧节目，可唔可以即时封烟？又或者你知道佢哋嘅行程行紧去嗰边嘅说话咧，会唔会可以走出去应援下撞佢哋咧？好嘛，咁我听下电话先。喂 ，Hello， 啊 ，Kevin，Kevin， 哦 ，Kevin， 哦 ，Kevin， 喂 ，Hello， Kevin， 系 ，Hello，Hello，Evan 你好 ，Hello， 你好，系，嗯，有咩分享？分享就是本身不嬲都唔係會即係唔係啲奇異體質咁樣啦。咁二十年前爸爸過身嗰時候咧，咁因為爸爸係觀音弟子嚟嘅，咁就當時就尾七咧，咁就燒嗰啲喺街嗰度燒嘢啦。咁然後咧，我姑媽都係觀音弟子，咁佢就教我，咁當燒嘢嗰陣時候咧，你就念觀音經啦，就確保爸爸會收到啲嘢，就唔會俾其他嗰啲無主嗰啲就攞咗啦，咁我就啊好乖咁样照样做啦，因为我都要保护我爸爸嗰啲物品，去确保佢收到噶嘛。咁喺度念嘅时候咧，就觉得咦，因为嗰个火咧系即系嗰个炉咧系三面噶嘛，咁好大噶嘛、那个面积。开始望到入边有啲嘢喺度咯，咁但系嗰刻都未唔惊嘅，因为咦你埋嚟抢我，我更加要再继续念经咁样。咁到佢完咗之后，我即刻再同妈咪讲，咁妈咪啊，你同姑妈讲啦咁。咁我姑妈咧就系、是、一个冇乜情绪起伏嗰啲人嚟，咁就话啊你唔使惊噶，你继续翻去念经啦咁样。咁啊再翻去念经，又系开始即系见到，即系我觉得佢好似有啲似啲影画戏咁样咯。咁系红好红色都好红嘅火入边有啲黑色嘅形状，然后不断变化咁样嘅。喂，我想问你见到呢啲形态，就系你念紧经即系打紧坐嘅时候。唔系，我直情企喺个火炉前边咁样念经噶。哦，你又烧住又念，又烧住又念咁样。系啦，喺街嚟嘅。哦 ，OK。系啦。咁就嗰次开始之后就开始就会见到啊、睇到啊、感觉到啊、听到啊咁样咯。即系咁样开通咗。系啊。咁有冇再问阿姑妈咧？系咪应该系咁样嘅咧？定系唔应该再继续啦咁样咧？因为都冇联络噶啦，姑妈移咗民，咁就咁又即其之前我即我自己我都会揾下啲师傅咩批下流年啊、风水啊咁嗰啲都问过嘅。咁佢就话其实我个八字就唔应该系睇到嘅。咁我咦，你应该系做咗啲嘢开通咗噶喎。咁我自己就谂啊，会唔会就系咁样咧？但我觉得就好得意咯，我系念观音经开通咗咯。其实又唔系咁样讲嘅，我又未必系咁样理解嘅，因为好可能咧，或者你本身潜藏有呢一个 potential 啦吓，咁但系因为你一路念经，咁佢哋一路埋嚟嘅时候咧，
可能是不觉意他将你的阳气减低了，或者那个情况之下，可能是那次这样挞到，或者他都不是有心的，其实都是就双方你也都不是刻意或想看的嘛，件事都不是这样的嘛。不是的，不是的。是的，那就是说你那堂经是很有用，可能是一路烧嘢一路念是很有用，可能会是这样。我就觉得是，所以我坚持继续念，而且我没有害怕那一刻。哦，那是，那都不需要害怕的，如果他没有刻意去影响你的说话，是不是？即是他没有令到你觉得有什么恐惧的场面出现啊，或者是影响到你身体啊，那他因为你念他来拿是正常，只不过是因为你刚刚那个频率是啦，影响了低了啦，这样。或者他周围力量大过你啦，这样。那就开通了，其实都是。嗯嗯嗯。那之后发生什么事啊？还有没有见到定点啊？之后其实是二十年前的事啦，咁即系呢二十年咧，系不断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出现噶。最记得咧，最恐怖咧。其实好多单都好记得嘅，咁但系你话恐怖最恐怖嗰单啊？嗯。系嗰时我自己一个人住，咁我住喺曲街嗰度嘅，咁其实我个睡房一趌个头出去就系望住。曲街即系红磡啊嘛。系啦系啦，一开个窗望出去就是殡仪馆那边嚟噶啦。嗯。咁但系我都不是第一日有呢啲经历，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住边度都冇乜影响噶啦。系。咁我就贪嗰度平租啊嘛，喺嗰度住啦。咁嗰间屋都有好多经历嘅。咁但系你话即系最震撼嗰一单咧，就系咁我瞓一觉啦。其实已经系去到天蒙光嗰啲时间嚟噶啦。嗯。咁咧就我感觉到咧，就系有我谂系超过四个小朋友。在我的被上面在跳咯，周围跳周围跳咯，真的有冲力的。咁系有冲力的。咁然后我每当其实我遇到啲咁嘅嘢咧，其实我一个好自然的反应，我都唔觉嘅。我就只需要咧，其实我一念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一整句嘢念到出嚟咧，咁就冇噶。咁、嗯、但系我嗰刻我就念极都念唔到。咁然后咁我有两只手系喐得嘅。嗯，我个下半身系喐唔到啊嗰刻。咁我两只手，一手就立住一个咁样啦，捉住咗两只手。咁我系 feel 到系好实在，系两只好细嘅手嚟。吓、啊，你捉到噶？竟然捉到，哦、捉到系两只好细只嘅手嚟、啊。应该我谂佢系，即系其实我都唔知佢几大，但系总之只手系好细只，啲 B B 手咁样啦。大概喺个床上面系咁跳，咁我净系捉到两个啫、啊。我喺脚嗰度应该都仲有两三个喺度嘅。OK。咁我嗰刻咧，我捉到嗰刻其实系惊嘅，但系亦都好嬲，好嬲，所以我就捻实咗嗰两只手仔，即系左右手咁样捻实咗两只手仔，跟住我就好用力咁样念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跟住就嘣一声就冇晒啦。啲风水嘅事件啦，最加咪灵异啊，咁我同时可以喺两个层次上边啦，再同大家了解一下啦，等大家都知道一个风水个角度会系点样咧，咁样。咦，到啦，吓、啊、咁快嘅？哦，未到。哦，做咩？有啲嘢想问啊？咩事？咩事？因为咧，阿双子话喺篮球场、足球场，因为好似话篮球场好似附近冇厕所喎。哦，咁样、啊。附近就有个厕所，不过好新噶、哦。好，不过咁样我睇多一次。嗱，嗰、那个资料就系话咧，总之喺南亚北段公立学校，学校有一个篮球场嘅。咁就篮球场啊。O K， 咁我哋睇下，因为冇咩印象有篮球场嘅厕所，我哋去睇下。系啦，咁佢话呢个厕所系好隐蔽嘅。哦，可能听后。系啦。好隐蔽，其实。喂 ，Emma， 好啊，我哋睇下，我哋兜个圈咯。佢话喺树林入边噶，树林啊，树林里边噶，可能真系啊。嗰、那个位置我话佢打边球，咩话？如果嗰个板、就之前行入去就唔见有，但系就都可以而家兜去睇下。你而家到咗个学校噶啦，已经未到，未到。其实、哦、因为要知道系篮球场、足球场先，我哋。哦，篮球场，篮球场。系啦，而家停雨啦，已经出到嚟。哦，好啲，好啲，好啲。好，即系叫我哋喺嗰度啦。系，咁点啊？一路同你去住啊，一路睇啊？唔使理我哋啦，我哋而家慢慢行去个篮球场得噶啦。嗱，而家27分啦，睇下点情况。咁就真系要拍翻嚟啦。咁唔紧要啦，我一路同你睇啦，吹住水先啦，好嘛？好啊，好啊，一路吹住先啦。
我上网 search 咧，其实呢度真系揾唔到鬼故，系嘛？系啦，冇少少嘅时候都冇人讲鬼故嘅咯，完全。因为好多外籍人士啊，佢哋唔讲啊，可能会咁样啊。原居民就可能搬晒出去啊。咁又唔系，我唔至于。唔讲啊，记唔讲？喂，但系小君子，你有冇听到关于嗰次南丫岛海难之后嘅事件啊？海难之后系啊，其实有一次阿灵师入过嚟，我带过去落去嘅。系嗰、那个牙架湾，即系意外之后出事嗰只船系拖咗泊嘅嗰个位置。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去嗰度感受过，咁灵师话。不是冇，但是不肯定是咪嗰个海难的，即系往生者咯。唔确定哦，即系佢睇诶做咩？路仔啊，呢度入去，你会唔会想行入去？边条路仔咧？你头先咪话咩豆腐花隔篱？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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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喺呢条路。但系有咩事好？喂，你睇住我有吸引力。我哋豆腐花路仔喺呢度。但系有咩啊？好似冇嘢。哦，冇冇，佢形容话见到个灵体嗰个位，可能就喺呢度附近。呢度咯，就系呢条路。呢条路。冇噶啦，应该系唔系冇啦，一条直路，一条直路仔咁嘅人。哦，由佢啦，唔好啦，你快啲去目的地啦。好，系啊，睇咗个球场先。哇，真系沿路冇人噶，而家路一路行咗咁耐都。早啲嘅时间有，即刻有啦。又系，一冇就即刻有一个打下招呼，问你有冇鬼故。遇到呢位朋友是第一次遇到不是放緊狗的人，是啊，怎麼樣怎麼樣啊，沒事沒事沒事。我想問現在看節目的人覺得這樣好不好看啊？你好像在看即是什麼瞬間 看地球那樣，我現在好像瞬間不是的，以我的經驗，我平時直播都是這樣，都晚上都有成千人看，是不是？我沒有一千人啊，我少過你現在啊！冇玩啊！哦，中意噶系嘛？系啦，好似你第一身进入嗰个空间咁样系嘛？好啊，系啊，一齐行咯，我哋好啊！好认真讲，我都第一次嚟南丫岛嘅，即系我都觉得好新奇嘅，即系所有嘢。可能有啲朋友未嚟过南丫岛，又可以一齐探索一下咯。我都唔知道原来系咁样。我都好耐冇嚟，我虽然都嚟过，但系就真系好耐冇嚟啦。系。好，头先阿小欣子提开灵师啊，其实好多人都问，诶，点解唔见灵师嘅呢排咁样？再讲多次啦，因为灵师嘅工作比较敏感啲啦，暂时嚟讲佢就唔方便再讲鬼故住，系啦，咁啊，迟啲先啦，咁样啦，我会约佢噶啦，睇下几时。你收料啦，好嘛？你收料啦。好，我今日都问佢入唔入嚟噶。O K， 哦，大家话中意睇噶，中意咁样睇噶，原来都个礼拜出嚟行啦，我要。都是的，咁咪睇咗当去咗咯，咁样我哋而家又嗱呢度咧就有个应该系荒废啦，系嘛？大湾村游乐场系啦，因为入边又冇嘢嘅。以前网球，唔系呢度有篮球关啊？呢个已经系篮球场咯，已经系荒废篮球场呢度已经系。唔系呢个系嘛？唔系呢个嘛系嘛？這個不是正式籃球場的，我想 OK， 應該不是這個，但只不過有個荒廢籃球場這個位置。好好，繼續走，好了，繼續走了。好了，我們出來有多些屋的位置，這邊就有一間即是塔羅天屋的位置，有些卡牌啊那些東西。剛剛我們好像 聽到你們說是不是有個人做那些黑魔法咩啊？頭先我哋揾路嘅時候，都個外籍人士。咁我哋揾，其實我哋頭先係諗住去揾一間荒廢嘅兩層屋嘅，因為今日你問我啦，話南丫島靈探啦，我即刻去收料，收料啦。咁有個街坊話俾我聽，某條路有間荒廢咗嘅兩層屋，裡面係寫曬嗰啲咩南無阿彌陀佛啊嗰啲，但係我哋揾唔到。哦，我哋得埋路添。仲聽聞咧話咧，有位好似菲律賓嘅朋友咧，都好奇怪喎，話咧係做黑魔法，甚至乎咧，其實佢之前已經死咗，係因為做咗黑魔法咧，所以復活咗。復活咗？
復活咗。係頭先有我哋揾嗰間荒廢屋嗰陣時候撞到個外籍嘅男士，咁、我問佢知唔知道有間荒廢屋，跟住佢就帶我哋去揾咗幾間，跟住就沿途就講咗啲古仔俾我哋聽。係，咁佢話佢曾經認識過一個菲律賓籍嘅女子，就玩哈魔法嘅。咁我話你信嗱、跟住佢話佢好信，真係見證住佢係之前係死咗，跟住唔知點樣用個哈魔法令佢依家係阿拉嘅。唔係嘛？我唔知啊。我聽我真係想講英文嘅。What the fuck？ 係啊，我都，但係佢講到好似層層。佢因為佢見證住佢死咗但復活喎、咁誇張上新聞啦、啊！係睇住佢死，即係知道佢死咗。好覺得好誇張，我認為。咁揾佢出嚟啊！叫佢喂，你揾你個 friend 出嚟，佢而家生勾勾噶嘛，係咪先？揾翻佢出嚟。我撞嘅啫，撞到嘅啫，我撞到嘅啫。唔係啊，唔係我呢條路仲哦，好啦，呢條路仲誇張，我呢條路。哇！呢條有冇咁斜啊？啱嘅啦，肯定呢條啱㗎。呢條轉彎咗入去。肯定㗎啦。哇！呢棵樹咁大啊，棵樹。咁你想？係啊，我行。哦，你行过未噶？我上次咪行过。哦，喺呢度系嘛 ？O K， 哇，咁大。不过你可以行翻完。哦，冇问题，你行边度我行边度得噶。佢死顶噶，而家放心啦。意志力啫嘛，你冇惊，冇惊、啊。今晚佢玩大佢噶啦。左罗盘可能行到呢啲路上咩？啱、嗯。哇！唔系我呢条路斜嘅，锁嗱，大家好紧张啊！即时一齐睇啊！现场究竟 A P 会扑街啊？扑紧系你哋未拍之前，我已经咬咗次柴，不过但系冇事。嗯。呢前面嗰个位系咩嚟噶？风雨咗嗰个系公园嚟。哇！小心占大胆。嗱，庆幸我哋嘅直播信号仍然好好啊，收得非常好。哇，去到咁远做咩啊，小欣子？佢因为佢都可能嚟，佢探路。哇，好黑噶咯呢度。如果熄咗灯咧，就咁样。嗯。应该呢度啦，系咪？因为你写学校。咦，系喎，系咪度啊？哦 ，OK， 呢度好。咁南丫岛系咪唯一一间小学咧？唔知知唔知？系咪唯一一间小学呢间南丫岛？一间小学，一间幼稚园。哦。咁应该似系啦，系嘛？好，睇下先。咦，我哋到噶啦！哦，点啊？做咩？做咩？哦，呢间应该有人住个门。呢间有人住啊，应该系有人住。有人住啊！有人住。呢个位咧就系、是、大家所讲嘅垃圾场啦。哦，咁就到学校噶啦，系咪啊？不过咧，而家突然间又开始暴雨啦。又暴雨？喂喂喂！吓，冇啦，睇完噶啦。是啊，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这么多。这个只是恐怖在线和往来八百的精华片段。如果你想看完全集节目的说话，现在很简单，一个月60元月费已经可以看到恐怖在线加上往来八百一个 combo 了。还有也可以上 mmpoint.com 加上我们 BigBig 的手机 app， 同时两个平台都会看到的，那不用看到到后不到费。同时也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还有按一个 long， 一有新片你就会知道了。